南加州柔斯密商会举办了农历新年庆祝晚会，活动呢不止吸引了超过300多位的会员来出席，并且呢连续第15年庆祝春节，同时呢欢庆商会成立90周年，喜上加喜，也让晚会更加有意义。农历过年的话，我们都办一个庆祝农历过年，整这些主流市政府、警察局、卫生局、消防队来交流，来请他们来吃饭，大家彼此介绍我们社区的人认识。活动高潮还有柔斯密学区内4所小学88位学童表演传统的舞蹈，而88也象征大发，让在场的嘉宾能够在今年讨个好彩头，也展现学区多元化的文化教育。